哇，试一下。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峰啊，今天又过来看狗了。这里有四条黑狗，土狗正宗，正宗的土狗啊。这些小狗现在才40天左右，重量已经有6斤多了，六七斤了啊。四条小狗，看看有没有五黑狗啊？其实五黑狗是很难找到的。看一下，先看一下这条，这条头板是很好的。这条应该是五黑的啊。很快就变黑了啊，很快就变黑了这条。这条性格最好的，看看其他，看其他。其实五黑犬是很难找到的啊。这条就是红舌头的啊，很容易看出来啊。你剪的红。你剪，就拿个，看看那母的，这公拿个也公的。这条也是发舌头的啊，这条也是发的。我。来，这搞活跃了。并且还有一条母的，看一下这条母的。五黑犬啊，镇宅神器。不是，这个是发舌头。喂，这边边黑了，原来。真的可能变翻黑个，睇住啦啦嘅，好就变翻黑。反正我要那个黑舌头那个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啊，两条了都不是黑舌头的。这条就是这条是，这条就变黑了，百分百会变黑。是这条，这条性格又好，胆量又好。一共是四条小狗，三条都不是五黑，只有一条是五黑狗。所以五黑狗平常啊是很少遇到的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